看还看，你论文写完了吗？你是否每日打开电脑毫无头绪，只得强颜欢笑，面对论文你吃吃吃喝喝喝，呼吸不止，字数不动。你站着看，蹲着看，睡着看，字是哒哒哒的打，也是滴滴滴的删。左手除了键盘之上，可以四处流浪，虚无的自我打气。在这种情况下咋办呢？当然应该继续努力加油啦，每天努力多写一点，你超棒，拜拜。